澳門豪大餅就賣曬啦。去到澳門，一個六合餅係冇人啊。潮語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學的，真的不是說你說一句我說一句就懂那麼簡單。是啊，沒錯啊，因為我們潮州話呢，就它裡面的字呢會有些古語的字啦，所以呢即好像我這樣呢，就真的就算父母經常都說呢，我自己都學的都學不懂。咁譬如，所以即今日我哋嚟到呢一個咁嘅嘉年華會啦，我哋除咗有得食啦，有多表演去睇去欣賞之外咧，仲好多嘅學習機會，學潮語仲要學埋我哋中國嘅文化，要識得啲古語先識潮語，真係唔咁簡單啊！嗬，喂，咁你會唔會有信心可以學好佢啊？
我都想學好佢啊都。嗱咁所以咧，如果在場嘅朋友想學好潮語咧，咁就要 download 個 apps 係嘛？頭先好似話有個 apps 咧係可以幫到大家。估唔到而家學語言咧都咁高科技嘅嗬。咁佢哋咧有個攤位嘅，咁大家可以去到佢哋嘅攤位啦，有 QR code download 咗咧，咁大家就可以努力去學好潮語，就順便學埋呢個中國嘅文化古語啊等等，真係唔咁簡單喎。咁嚟緊落嚟，我哋好似仲有好多嘅精彩嘅表演俾大家喎。我聽聞好似有神秘嘉賓會嚟唱歌俾大家聽喎，係嘛？係啦，我哋咧有個著名嘅歌手，佢今日嚟咗喎。我哋有請劉威王先生，俾掌聲好唔好啊？大家好 ，Hello。今日就會送三首歌給大家，有不離不棄、喜歡你和 My Time， 把時間交給你。應該在座都好多位全部都是潮州人係嘛？包括我自己都係啦。咁啊，好高興今日喺度唱歌俾大家聽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今日可以 enjoy。今日個天氣都幾涼爽、幾舒服嘅。咁啊，大家除咗睇表演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好多嘅攤位。頭先我都行過一圈，我覺得幾好嘅，對於潮州嘅文化嚟講。咁啊，送事不宜遲啊，送第一隻歌俾大家。咁呢隻歌應該大家都可能，我係劉威王啦。咁啊，第一隻。應該大家會記得我的歌就是這首歌了，不離不棄送給大家 ，Thank you。